Sammy 謝秀文今日出席活動。Sammy 日前同屋企人同埋男朋友去至安聚餐，安仔背影都扶住 Sammy 爸爸，令鄭爸爸好開心喎。即普通食飯都開心嘅，尊敬老人係咩年紀都需要做嘅咯，即唔好理咩關係都好，咁你見到老人家都會特別體貼咯。咁同埋，因為我爸爸少行動不便，所以我都係應該有嘅禮貌。你哋幾時有結婚嘅消息啊？你慢慢等啦，你會唔會秘密結婚呢？今日唔得，冇咩要宣布。今日是白色情人節，安仔不在香港陪你，你有沒有收到他的花？冇，因為我不嬲俾人個感覺都係唔好搞嘢喎。但係我發覺自己個性格越嚟越搞嘢喎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一個關係要長時間相處，有時有啲驚喜啊，即係做啲嘢氹下對方，其實係一個生活情趣咯。嫌男朋友唔夠驚喜啊？係。你憑住《高海拔之戀二》獲得提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如果得到影后，会不会宣布婚讯啊？唔识答，冇嘢搞。